大家好，炸油条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是直接把油条下锅炸，难怪做出来不好吃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炸油条非常好吃的方法，蓬松酥脆，个个都是空心。往盆中加入500克的油条面粉，已经调配好了，这样做油条就非常的简单。然后往里面再打入一个鸡蛋，加入250毫升的凉水，边加边搅拌。夏天用凉水，冬天就用温水，搅拌成面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，手上抹点食用油防粘，给它揉成这样偏软且光滑的面团，然后盖上保鲜膜醒30分钟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醒好之后拉一下，然后再用擀面杖擀一下，擀成长方形，然后再切成长条，然后再从中间切开，两条两条的落在一起，然后用筷子压一下，防止炸的时候分开。锅里加适量的食用油，这时候切记不要直接把油条下锅炸，要把油温烧到180度，也就是60左右，把油条两头捏一下，然后轻轻的拉一下，然后再放入锅里，这样炸出来的油条才会蓬松酥脆。油温太低的话，炸出来的油条不酥脆，难看又难吃。炸的时候注意用筷子多翻动一下，让油条受热均匀。炸至金黄熟透之后捞出控油，看一下，用这个方法炸出来的油条非常的蓬松酥脆，做法也很简单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喜欢就赶紧在家试试吧。